新北市芦洲区有公庙三号下午举办妈祖生日绕境活动，还特别请来了不同的阵头。两派人马为了进场顺序的问题爆发了争执，一群人差点开打，警方赶紧吓阻他们，还意外查到阵头的负责人是通缉犯。两派人马越靠越近，不断挑衅推挤，场面失控。警力冲入人群阻止，但双方还是不断叫嚣，火气都不小。庙会热闹绕境，阵头却先开吵。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上一间公庙庆祝妈祖生日，三号请来不同阵头参加，不料两派成员为了谁先进场起口角，当场不表演了，不客气开枪。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里，可能就那边推来推去而已。真的啊，他45周年了。远景在场戒备，一边阻止，一边找来阵头负责人要问清楚。意外发现其中一人怎么好眼熟？沟通有，身份一比对，戴着红白帽子的科刑负责人因妨碍公务遭到通缉，立刻被带回警局。本分警立即优势警力将通缉犯安全带离现场。庙会绕境火气大，这下还没为妈祖庆生遭通缉男子就先进了警局的鬼案。记者王翔、卢国冲西北报道。